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是6月初10。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喂，你好，哎，感恩师傅，你好，嗯，感恩光临的感恩师傅，师傅，请帮忙看一个90年属马的女的。90年属马的女的，嗯，对，看什么？她是忧郁症强迫症。已经捏了3000张小房子了，然后大约好了一半，目前还很严重，经常幻想。嗯。嗯。哦，他这个灵性要的很多，因为他有好几世这个灵性盯住他了，他不是这一世啊。哦、嗯。哦哦。他说他，明白师傅。他说他有经常有不好的意念，还想不通，尤其看到高楼，都很焦虑。对呀、啊。嗯，对啊，想跳下去啊。哦，因为、就是、他就是因为过去、因为现在我看到的灵性在他的肠胃里啊。哦，在肠胃里哦。嗯，所以他的肠胃很不好，而且他经常不开心。嗯、哦、嗯 嗯, 嗯，忧郁症的话，他家里有人刺激他，刺激 他就会想不通，哦、所以他家里人讲话不要乱讲啊。好的。好的，行，师傅，他这是前世造了什么因呢？就是这个灵性一直盯着他。前世造什么因啊？前世他就是把人家那个灵性推下去的。哦，原来如此。好的，我让他自己听录音。好，那师傅他还听得懂明白？嗯，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小房子？他其实他这个命根当中，不但人家来问他要那个命了、人家还要他财呀、啊。哦。所以你看他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他们家里花了很多钱。嗯，懂吗？嗯嗯，明白明白。根本这个病好不了的、但是家里花了很多钱、这些钱就是他前世欠人家的、哦，明白。我让同学自己听录音。那师傅他还需要多少小房子？680张。好像我们有问题当中好像有人问。哦，有问过哦，好的，好的，好，感恩师傅。嗯，好的，师傅看一个2001年属蛇的男孩子，说房间里经常有臭味，是什么原因？2001年的。嗯，属蛇男孩子，他说尤其早上，房间很臭。他现在是两个情况，嗯，一个呢是看到，的确是看见有一个灵性像个猪一样的，有，在他房间吗？嗯、哦、嗯，还有一个呢，他的房间不远处啊，在他的斜角啊、斜对面有一个、有一个卫生间，有根管子，是吗？斜对面的，斜对面卫生间，对，对对，是是，是一个卫生间，对的，师傅。卫生间啊，卫生间像一根管子冲到他的，在他的房子下面啊。那这管子他怎么办呢？他房间贴山水画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先把那个猪超度走，看看会不会味道没有，大概要先48张吧。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这是写他们房子的妖精者，还是写他名字房间的妖精者？当然是写他房子的妖精者。啊，就名字房子的妖精者。好的，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接下来帮忙帮一个同学选个名字吧。1968年属猴女的。68年属猴的。嗯。选几个名字啊？他给我几个名字？一共有8个名字。8个，1、2、3、4、5、7、8，对，几年属猴的？1968年属猴女。八年属猴的。嗯。第一个叫什么啦？王玉珍，荣誉的玉。嗯，王玉珍蛮好的呀。
蛮好的。王玉珍的话，的王玉珍的话，他有个靠山。嗯。他现在有一个靠山，经常帮他忙的。哦。他这个名字呢，靠得住，这个男的会帮他忙。嗯，好吧，好，还有感恩师父这个名字、嗯，这个名字还可以的，嗯，可以。嗯，好，感恩师父。师父最后看，帮忙看个亡人行吗？最后一个，叫郑明善，郑是官耳郑，名字的名，汕头的汕，男，2009年往生的。第二个什么字啊？名字的名，郑明善。第三呢？第三个呢？汕头的汕。哦，他阿修罗不是太好。嗯、哦，师父之前2005年说，他说在御界天下来了，是吗？嗯。哦。他们家有人做梦做到过的呀，他不开心呀。他们家里发生过一件大事，哦、他下来的。嗯。哦，原来如此。那师父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嗯。你问问他们家里有什么有大事发生过就知、是、道。好的，好的，我这就问一下，让同学听录音。好的，师父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嗯。我不知道能不能操作上去，先念74章吧、嗯。好的，好，感恩师傅。他们自己也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保重身体。好，哦、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嗯，师傅再见。嗯。喂，你好。哦。师傅。喂，你好。你好。哎。谢谢大家请安。你好。谢谢大家。想请问师傅帮我看一下，我本身有没有？我本身需要多少张小房子？你几年属什么的？1969年属鸡的。什么？听不清楚啊！1969年属鸡的师傅，男同。69年属鸡的是吧？嗯。对。你是不是短头发，脸瘦瘦的？脸差不多，短头发对。啊，你。那就是你的，不是灵性。你是不是眼睛单眼皮的？对，单眼皮的。啊，那就是你的。那不是灵性就没关系。嗯，你这个人被一个，还被一个这个男的一个老伯伯，经常在你身上。老伯伯，那大概要多少张小房子呢？我看一下啊。你知道你经常会发神经，你知道吗？经常会怎样？是不是我听不清楚？对不对？经常会发神经，听不懂啊？发神经？就是突然之间发神经啊，不开心啊，骂人啊，甩东西啊。不会不会不会，师傅我不会这样。啊！我已经跟着师傅你学过，我已经改掉好多好多的坏脾气，你学了。对啊，这不叫发神经，叫什么？这就是发神经了。好多了，跟着师傅，反正都有你。而且你自己要记住，你的颈椎很不好，颈椎啊。嗯，对对，我颈椎最近有点问题，就是。啊，还有呢，有点问题的，还有掉头发，睡眠不好。嗯。啊，好。好好改毛病啊，能发脾气啊，明白了吗？骨头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嗯。那么需要吃大豆卵磷脂吗，师傅？卵磷脂肯定要吃的，你要吃钙片的，要吃钙片。钙片，好，可以可以，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年纪大了，钙片补不进去了。我告诉你，补总比不补好，那对不对啦？我听不很清楚，因为声音很小，师傅，对不起。要吃钙片，听不懂啊？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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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师傅，你讲，我听节目录音没关系。还有，我想问我的名花。问你的什么？名花。2128莲花，我听到梦。师傅，我要问我的南瓜。南瓜嘞。你要问你的南瓜，我来帮你看看。棉花吧，一会儿棉花，一会儿南瓜。来，你讲吧，号码多少？号码22128。多少啊？22128。22128。哎呀，
啊，南瓜种在天上了，蛮好的。南瓜种在天上的蛮好的，听不懂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有你。你自己煮，你自己记住了。你这个人呢，现在老的比较快，但是呢，你死的比较慢，听得懂吧？你现在师傅看到你呀、啊，那个眼睛。眼睛那块骨头都慢慢的拱出来了，就眼睛皮这里呀、啊，没有肉啊，听得懂吗？哦。就是眉毛下面那块骨头啊，有点拱出来了。因为我很早就注意我自己，对不起，跟你讲我最近太瘦了，太瘦了，太瘦了，嗯，排骨，好吧，自己当心点了啊、哦。最后，请问我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因为我最近弄不出小房子。小房子要念180张，180张给我的要听着。还有，我可以问那个王人吗？讲吧。算计师，我妈妈。听不懂啊，算会计师啊。算计师。姓段的。正和下来念的正。关尔正啊。正啊，关海啊，对对对。关尔正，第二个字呢？第二个字什么？意思的意，三合王。意思的意就是意义的意啊。三合王一点。啊，玉正玉什么？第三个什么字啊？知数字的知，数字的知。啊，正玉知，正玉知，什么时候过世的？1995年，大概95年这样吧，我也忘了。95年，我看一下。95年还96年这样，师傅。树枝的枝是吧？对对，树枝的枝。麻烦。哎呦，你妈妈做瑞兽了。我妈做瑞兽了、啊，对，我现在是她做忌日，我还有送小房子，所以我不懂还需不需要再送呢？他好像在天上做个灵猴啊，灵猴，但是他做完了，他会到人间来投胎，投一个很好的富人的，就很有钱的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帮人家的。对呀、啊，他就是善事做得多，所以他有福报呀，听不懂啊？对对，他经常帮。可以再问多一个，我爸爸妈妈也是往生了。哎，你这个人真的是，没关系，听都听不清楚。算了，给信号人问吧，感恩师傅。啊，谢谢啊，再见再见。好，祝师傅生日快乐，感恩师傅。啊，谢谢。感恩师傅。嗯，谢谢你们。喂，你好。喂。哎，你好。嗯。喂，你好，师傅吗？啊，是。嗯。啊，是。啊，师傅你好，感恩师傅。嗯，请讲。嗯，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帮我看一下1994年的狗，女的身体。1997年的狗，你自己啊？1994年的狗，对对。94年的你自己啊？啊，对，对的。我看一下啊，94年的狗。哇，你这孩子，哎呦，脾气嘛倔得不得了。哎呦，对对对，啊，长到长得蛮好看，两个眉毛还蛮浓的，你这个孩子就是，你这个孩子，我告诉你，就是不好听讲，就是人家说你好话，顺着你讲，你开心的不得了，稍微有点不顺利，马上脸就板着了。对对对，我知道什么，我改毛病的，改，你的毛病很大。好的。好的，傻的嘞，情愿被人家吹牛的人骗，也不喜欢被人家诚实的人啊说话讲了厉害一点。我知道，好的师傅，我改，我一定改。嗯，你要记住啊，你妇科不是太好啊，听不懂啊？是的，妇科不好，妇科特别不好。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对对对。嗯，还有就是要当心啊，骨头也不好，腰不好。对对对对的，师傅，我就是那个风湿很多年了，一直不好。嗯，你要当心的。你以后
现在老的不快，你要不学佛的话，你老的会很快的，小丫头。我知道师傅。你天天看白话佛法，老的会慢一点。我不骗你的，嗯。我天天看，我有看，我现在天天看白话佛法。你放在床头试试，你看看看会不会做噩梦，保证没有。而且，我就放在那个白话佛法，我就放在那个枕头下面的。嗯。我每天也念。啊，你看看，跟你说的，否则的话你，我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否则的话，你过去三天两头失眠的，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对的，对的。嗯，我以前就是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学了心理法门，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知道了，嗯，就是还有啊，你别说你人不能动啊，过去耳朵都听不清楚，现在耳朵啊，人家很远的地方讲话你都能听得到。嗯啊，对对。啊，为什么知道不了？耳聪啊，聪明聪明嘛，耳朵要聪呀，听得懂吧？哦、耳聪目明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小丫头？就是那个师傅，我想问一下，我身上有没有灵性，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1994年属狗的。啊，哎呦，哦，你还有孩子啊？我没有孩子。没有的话，没走掉呀。我没有打过胎，那是。你自己不当心的吧，或者是你妈妈的孩子啊？可能是我妈妈的孩子吧。你妈妈孩子，你问你妈妈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啊？就是掉过一个男孩子、啊，蛮大的掉走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那就是他的了。嗯。啊，师傅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啊？在你身上哎，小丫头。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天天就是不舒服。你给他念。你给他念要69章啊，69章就是那个接我自己的药经者吗？还是啊，你就说给你自己的药经者就好，接我自己的药经者69章。嗯，你替你妈妈背了很多。我妈妈背了很多。嗯嗯嗯，好的好的，谢谢感恩师傅。师傅，那我需要放多少声呢？350条。350条。嗯，不多。嗯，你过去啊，你身上有很多很多，就是南方人说的螺丝啊，就是一种田螺一样的，就是那种田螺一样的。南方人说的就是田螺。啊，你过去有没有吃过啊？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我没有。田螺肉，田螺肉肉。田螺肉。我应该是没有吃过的、嗯、没吃过，我不知道怎么会你身上有这么多。哦，赶快念呐、啊！你要念往生咒啊，往生咒要5000遍。5000遍，我是一次性许5000遍吗，师傅？对呀、啊，往生咒。5000。你现在看看，你现在看看，它在你的腰上、皮肤上，所以你的皮肤不好啊，你的皮肤经常有瘙痒啊。听不懂啊？对，我就是牛皮癣，就是有时候都是全身。看见了吧？看见了吧？牛皮癣全部就是田螺呀！哎，全部都是田螺。还有就是我的腰，啊、我现在都很直不起来，走路的时候都是驼背。你等等啊！哦，你第四节到第五节腰椎啊，第四节到第五节都腰椎间盘突出、啊，嗯。对，反正我的腰就很不舒服，都直不起来的。嗯，你这样，小丫头啊，你经常拿热毛巾啊，拿热毛巾啊敷一敷啊，经常敷啊，好吧，要坚持，敷3个月，念大悲咒，好吧。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好的。那你师傅刚刚在帮你治了一下。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非常感恩师傅。你再过1分钟，你这里就会很热了。嗯，是的，我现在已经感觉有点有热了。嗯，厉害吧？越来越热了吧？对对对。等等啊，我帮你弄到前面，肚子，你的肚子也是冷的。对，我浑身就是一直出那个冷汗，有汗的话也是冷的。
对呀、啊，你身上阴气这么重啊，小丫头。对呀、啊，明白了吗？明白了。要热了吧？嗯。对对，热了，热了，要很热。嗯。呵呵。嗯。感恩师傅，非常感恩师傅。你自己乖一点的，师傅看你可怜，因为你上半辈子有半辈子也是来还债，没还完，这辈子继续还的，听不懂啊？嗯，我知道了，师傅。很可怜的，你要听师傅话，好吧？因为你的亲人，他们很不理解你，我只能讲到这，我这一讲你要哭了，亲人很不了解你的，听得懂吗？哦，对，感恩师傅，师傅都看得到。好了，小丫头。嗯，好的好的，师傅，那我这69张小房子念完了，然后下来我是怎么念？就21张，21张一波一波的念呀，把它念掉呀。我一波，好吧，我现在一波是取了300张。嗯，太多了，你就可以21张，21张，你可以大的选300张，然后呢？21张一波一波这么念，听得懂吗？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你这个孩子今世如果好好修的话会还完的，还完了你就成功了。嗯，好的好的，师傅一定会好好修的。乖一点啊，你要以后还要当心两个地方、嗯、有一个眼睛会很糟糕。有一个眼睛会很糟糕。嗯，还有你的手指甲跟脚趾甲会有点问题，晚年的时候。嗯。哦，对，反正我就是风湿嘛，我手指都变形了。你看见了不啦？看见了不啦？啊，赶快念往生咒啊！5000遍念完，再许5000遍，10000遍。嗯，好的好的。嗯，好的好。好的。好了，听话点了啊、哦。嗯。嗯，好的好的，感谢。嗯，好了，就这样吧。师傅，你好好保重身体哈。谢谢你，谢谢你们啊、嗯！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再见，再见，嗯。通了，我打通了。喂。喂，你好，你好。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了。啊，谢谢，谢谢，嗯。啊，祝师傅生日快乐！麻烦师傅看一个84年的耗子。耗子，你就老鼠嘛就好了。他写看他那个369的关节过了没有？几年的耗子啊？84年的耗子。男的女的？女的。好，看到了，他想问什么？他369的节关节过了没有？看一下、啊，他是6月份的生日。哦，他过了，还有，但是还要当心的、啊，他还有跟家里人或者跟一个比较接近的人还会大吵一顿，也是一个劫。一个大劫已经过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劫，就是跟一个家里的人或者跟一个比较亲近的人会大吵一顿。你问他吵过没有？吵过了就过了。嗯、哦，那我问一下他。他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不好，师傅让他许了108张小房子，现在正在练。现在他的那个左眼睛不太好，所以想看，想师傅麻烦师傅看一下左眼睛是什么业障呀？哦，左眼睛有一个老伯伯，哎呦，白头发，哦、哎呦，嗯、哦，过世的，过世的亡人。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我问问啊。他前面许了108张还没念完。你问他现在是不是剩了50几张啊？剩了一半吧、哦。应该差不多吧，我觉得。你问他一下。哦、现在他还要59张。嗯。哦，就如果是还就是包括在108张里面的59张。对啊，这个老伯伯经常弄他的身体啊，所以他泌尿系统不好，而且小便多。肾脏不好，明白了吗？感恩师傅。师傅，他还想问他今生有没有机会出家呀？有没有机会在师傅身边出家的？84年的鼠，他已经许愿清修，他也吃全素很多年了。女的。84年。84年的鼠。要看的，他现在的机会是有的呀，机会是有的，嗯、就是要看。看具体的条件成熟不成熟呢？
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他就想问一下大概什么时间，可以的话他就好做准备。至少还有三年吧。哦，感恩师傅。麻烦师傅看一个亡人，刘东文。刘东文，东方的东，文化的文。2018年过世的女的。刘东文，刘东文。刘东文。哦，在天界了，现在到天界了。哦、太好，太好，对，他妈妈一直在给他念小房子。他之前很厉害，而且基督的，而且还看见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哎呀，太好了，他妈妈很精进的，就是麻烦帮他妈妈看一下他那个莲花在哪里，就是两个老妈妈的莲花，他妈妈的那个老那个师兄的莲花号码是22958，22958，女的，22958，什么时候拜师的？2016年拜师的。哦，很厉害，莲花很好啊，在上面。什么颜色？师傅也是在观音菩萨边上，白的。感恩菩萨，感恩菩萨，太好了。还有一个老妈妈的地址证号码是7861，但是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拜师的，女的。7861啊。对。也在天上。啊，感恩师傅。他这朵莲花在莲花池边上。什么颜色师傅？粉红色的。好，感恩师傅。但是边上有菩萨的。哎呀，太好了。好了。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喂。喂，师傅你好。你好。喂，师傅。哎。啊，师傅听得到吗？听得到，请讲吧。哦，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让我打通电话。师傅，我是87年属兔的田师傅，帮我看一下身体。87年属兔的，哦，我讲你几个地方啊，你要注意的啊，小丫头。好的。第一，你的腰很不好。是的。肠胃不好。是的。你要记住啊，你的这个咽喉部分，还有你的鼻咽膜这个地方啊，都有黑气，所以你经常会鼻子塞住啦，然后呢，喉咙啊经常会有咳嗽啦，痰多啦，听得懂吗？我听得懂，是的，这两天就感觉咽喉不舒服。啊，这里有黑气啊，你自己要当心啊，你这个人太。担心太多啊，听不懂啊，担心啊，什么事情都担心啊，过头了，你这个一担心就睡不着觉了，哎，师傅我错了，有的时候要学会放下，放下没办法的呀，放下痛苦，但是还是要放呀，明白了吗？懂，师傅我懂。嗯，我今年就是正好是请师傅看看我369的节有没有过，今年是33岁。几几年属什么？87年属兔的。我小丫头、小丫头你天上下来的。我吗？啊。哦。但是好像阿修罗下来打仗了。就是下来跟人家搞的你在人间啊、你上次直到现在你有一个人你一直不喜欢他的这个人是人间我就感觉自己好像人缘不是那么的好对啊你看见别人都不喜欢听得懂吗明白你现在我看你在天上好像身边像长了两个翅膀一样有一个人要把你推下来就是这个感觉所以你会恨很多人的所以你一定要念姐姐咒啊小丫头好吧我姐姐咒就是
经常我一般是一万遍一万遍的这样许愿念。你皮肤也不好啊，皮肤啊，嗯。皮肤呀、啊。嗯。要当心、啊。我就是，啊，我给我女儿就是，我给她许愿了，就是师傅之前给她看图腾要念500多张小房子，我给她许愿了500多张，是不是因为我有点背业？背了，背了，哎呀。啊。背。我讲给你听，背多少好吧？背了40%。背了40%。很厉害的，嗯。啊，师傅让我给女儿念了许愿五百多张，念了300多张了，现在孩子身上基本上痊愈了。所以呀、啊，你要记住了，等到他痊愈的时候，你身上会有很多的皮肤毛病的，听不懂啊？我有时候会觉得身上非常的痒，就感觉身上很痒，对，就感觉是好痒，但是身上没有。哪个母亲不帮自己孩子背的，对不对啊？就像很多父母亲一样的，有的时候这个背它是各种各样的了，它有的时候是一种忍耐，是一种承受，是一种忍辱。是一种精进，不一定非要让孩子知道的。你天天给孩子念，你不就帮孩子在背啊？听得懂了吗？嗯，我懂。嗯，师傅，我知道，我过去犯过很重的邪淫，向菩萨忏悔，向师傅忏悔。对呀、啊，一定要忏悔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们记住了。你一忏悔，菩萨会帮你，这些业会消的。你不跟菩萨忏悔啊，有些嘛就是跟师父忏悔，有些嘛跟菩萨忏悔。忏悔之后，你会消掉很多业的。你不讲好，你就像一样东西啊，一个很肮脏的东西，你藏在家里。你说你什么时候在家里天天腐烂，弄不掉的呀，消不掉的。你只有把垃圾倒出去啊。对不对啊？嗯，好了，嗯，知道。现在经常有之前在菩萨面前忏悔，然后就流眼泪，然后就哭，然后我知道菩萨帮我消了业障、啊、我做梦梦到过菩萨帮我消业障，就是这样的呀。你忏悔了，你知道自己做错了，菩萨就原谅你的。我们小时候做错事情、在爸爸妈妈面前一哭，爸爸妈妈就原谅我们了，一样道理呀，听得懂吧？嗯，听得懂，知道菩萨真的很慈悲。有的时候你时间没到、很多事情要到时间的，时间没到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时间到了一忏悔马上解决的，听得懂吗？嗯，师父，我现在妇科部位怎么样？哎呦，不好哎，哎呦。嗯，你再讲给我听一下，几几年属什么的？我87年属兔。哦，你右面这个卵巢有问题。嗯。哦，那我现在念多少小房子？嗯。84张。好吧。我84张就直接给我的药精者、就需要针对这个部位吗？对呀、对呀。你就说观世音菩萨慈悲啊，帮我消除妇科的毛病啊，明白了吗？嗯。嗯，我明白了。我需要放生多少？有小疙瘩，这个卵巢里面有小疙瘩，长了很多小疙瘩。哦。自己要开始要多忏悔啊，听得懂吗？嗯，我听得懂。好。师傅，我如果我需要消掉身上最大的业障，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反正你先要念280张。之后呢，大概有2-3年都不会来报应，2-3年之后会有一个大报应，是你过去生中这个时候欠人家的，人家会来。这个时候你大概要念到800张到900张，你先准备好。你等到师父讲了2-3年之后，你这个业障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把这个900张要拿出来的，否则的话。我就不知道他给你什么报应了。如果一查出来说你生什么癌症啊什么的，你就要900张小房子，听得懂吗？那我再念完之后，就是
那我再过明年这样子就过。200多张先念完呀，念完之后再念。哦，我的200多张我许愿。慢慢储存呀，储存呀。嗯。我是储存，然后就要这样念，还是然后200多张念完之后，啊、然后再许愿念诵，再这里自己要经者再许愿900张，这样可以吗？菩萨现在跟我讲，你跟菩萨讲了，你已经戒邪淫了。嗯。你许愿了。我向菩萨。所以你不能。嗯，我向。所以你不能再违愿了，听不懂啊？嗯，我听得懂。嗯，好了，乖一点。嗯。啊。不要等到生了病了之后再害怕恐惧，明白了吗？早一点改，早一点好。嗯，明白。师傅，我懂了。我一定好好忏悔，好好改，我一定好好努力。嗯、好了。好了。嗯，师傅啊，帮我，师傅。还要看、啊。帮我看一下我的脸。我再看，再看一个。嗯。二零一一年属兔的一个小姑娘，只能问一个问题的。啊，问一下她的，啊，问一下她身上有没有灵性。2011年属兔子的。对。有啊，怎么小的小姑娘都有？哎，是一个小孩。啊，因为没头发的，没头发的小孩。嗯。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放松多少？69张。69张，我们放松多少呢？放松500条吧。哦，这孩子现在对自己，孩子自己现在念的经质量怎么样，师傅？还可以，小孩子身上一个长得，这个小孩子，他看到他身上那个灵性长得像，有点像外国人的小丑啊，鼻子嘛一块红的，嗯。哦，好，还是自己，嗯、还是自己在念功课。嗯，慢慢没什么大问题，还是挺乖的。好了好了。好，请师傅帮我看看家里佛台好吗？好了，你看太多了，给人家打打了。好的，感恩师傅。佛台蛮好，好吧，好了好了，再见了。嗯，好的。啊、嗯，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好，好，感恩师傅。好，再见，再见。好，最后一个，给2分钟了，3分钟。喂，你好。喂。你好，请讲。哎，师傅好，谢师傅，平安，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傅。嗯，祝师傅生日快乐。嗯，谢谢。帮同修，问两个问题。这是一个800的猴子，师傅帮他看一下他的那个澳洲签证什么时候能出来。80年的什么？猴子。他身上不干净了。啊？身上不够干净，听不懂啊？听得懂。所以他的签证不顺利，听不懂啊？哦，好的，他学了108张小方，已经补过了，已经补过材料了。你要叫他要赶快要跟菩萨许大愿的，不许大愿签证会有一些小麻烦的，听不懂啊？哦，听懂。还有吃东西都不够干净，吃全素了不啦？许愿全素了，他也是修的蛮精进，也修了好多年的一个师兄。你知道的，蛮精进，蛮精进的话，看一些那些不好的东西，你说有没有漏啦？有。整天看那些闲情小说，整天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讲起来是新闻，有些东西也是不大好的呀。听不懂啊？听懂。好了。嗯。嗯，师傅，他取了108张小房子，还要放多少条鱼？500条。好的，感恩师傅。就是他修心方面，就是要注意，要。你们就是已经跟你讲了，不要乱看呀，网上很多东西不好的呀。好的好的，他的年花4955是什么颜色？49年花，过年的花叫年花。看师傅。叫莲花。啊，年花。
莲花，莲花嘛，白的呀，基本上是白的。啊，好的，大小怎么样？还可以，他这个孩子以后大起来，稍微再大一点会掉头发的，他掉头发掉的蛮厉害的。哦哦，那他要注意什么？要吃点什么吗？吃芹菜，血压高，他、哦、睡觉不饱，情绪容易激动，闷在肚子里不声不响，火气很大，听不懂啊？有一点，听懂。好了。嗯。啊，好的，感恩师傅。啊，师傅，您再看一个前面的马，他的脑袋里面是不是有灵性？他一直记不住事情，然后一直猛擦擦的那种。几几年属什么的？我看看他的脑袋。九零年的马。九零年的马。嗯。啊，当然啦。哎，哎呦，哎呦。他念了好多小房子。有死掉的兔子。啊，哦。有死掉的兔子。哦。嗯，还有一个孩子。啊，他有个孩子啊。不是，他有个孩子，有个孩子在他的脑子里，他妈妈打胎的孩子呀。哦，可能是，他可能还没。一个男孩，又是个男孩。嗯。哦，好的，那他需要多少？啊，好的，他总共需要多少小房子呢？120张。哦，好的，他之前您许了好像几千张，就是再拿出来120张，对吧？对呀、啊，他人是蛮好的，但是他的脑袋现在有灵性啊，脑袋。就是好久了。所以他什么都害怕，不愿意接触人，有点自闭倾向。对对对对，师傅说的很对。对对对的、啊，你要当心点的，有自闭倾向，听不懂啊。嗯，听懂。他也有时候也会伤害他自己。嗯，对呀、啊，伤害自己嘛，就是自闭症呀。明白了不啦？要多看师傅的白话佛法，叫他看，每天看。他就是书看不了太多，他师傅您帮他看一下，为什么？他说他以前是灵性不让他看呀，灵性。哦，是灵性不让他看，跟他的前世是没有关系，对、啊、对吧？前世的，他的脑袋现在不行啊，哦、脑袋。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以后姓戴的不要老、嗯，老了就变成脑袋了。啊，好的，感恩师傅。嗯，师傅，你去他梦里让他注意莲花，你看他莲花2623还在不在？在啊，还在。嗯。哦哦，太好了，感恩师傅。他也挺很快要掉下来了，还太好了，很快就掉下来了。啊、叫他不要再乱想了。啊，对。他现在看了杂念挺多的。对呀、啊，看了太多的东西了，看了东西心中有暗恋的一个人，叫他不要再弄了，再弄的话，他的脑袋出毛病，然后他的棉花又掉下来了。嗯、棉花掉在脑袋上，压死他怎么办？他情债还没有还完，那他还要念多少礼佛啊？我告诉你，情债是这样的，你只要自己情断了，这个债就没了。嗯、你断不了自己的情，你就欠着债呢。听得懂了吗？这个情还在。你忘不掉，你就有。你还在情当中，你就是情债，听得懂吧？哦，听懂了，听懂了，是的。多念心经长智慧，然后再放下就好了嘛。哦、好了好了。哦好。嗯。师傅再看看莲花好不好？27718。男的女的？女的。27718。27728。27728。27728，七二八女的，啊，在棉花在、啊、棉花。啊，师傅，嗯，他们有几个同修想发心筹建礼拜观音堂，想问一下师傅，他们有没有这个缘分？有啊，在北面呢、啊，叫他北面去找一个房子呀、啊。
他目前就是想做些事情，但是遇到一些阻碍，师傅你可以帮他看一下吗？他们想去放生，要找个人的呀，他自己找个人帮他们就好了呀。他自己有这个精力，但是没这个能力。我讲话还听不懂啊？对，是的，是的。找一个人嘛就好了，找一个人帮他在北面，先租一间房子，把观音堂开起来。他底边有很多我们的佛友呢。哦，好的，好的。好了。这点就是好的，那我就不问了，感恩师傅。好了。啊，师傅，我们都很想念你。谢谢你，乖一点的啊。你们这些孩子，真的，真的离开师父就像没有父母亲的孩子一样，自己要懂事情的，要乖呀。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把师父的书多看看，放在枕头底下会有好处的。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放的一直放的。好吧。心脏不好，我就把白话佛法放在心脏上面，然后也是加持很大的。知道嘛就好了，好吧，乖一点啊。好的，向大家问好啊，向大家问好啊。师傅保重身体。好，再见再见。好，师傅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